年的九月开学季，王俊凯这三个字就没有离开过热搜榜。从王俊凯北电报道，到网红坐王俊凯的床，到王俊凯宿舍，到王俊凯参加新生活动，到王俊凯参加开学典礼，到王俊凯军训，王俊凯的每一个新动向都受到网友的关注。近日，有网友晒出 TFBOYS 王俊凯参加北京电影学院军训的照片。王俊凯一身蓝色迷彩服，表情认真严肃，拖着的行李箱上还贴着自己的名字和生日 WJK0921， 可以说非常可爱了。从网友拍到的图片来看，王俊凯和同学们一样，穿着迷彩服，拳头握在胸前，正在跑步。军训中的他没有戴口罩，脸也被晒得通红，和手的肤色相比已经有了些许变化。不过日前又有网友曝光了王俊凯军训的训练基地，没有想到这样的环境竟然被称之为条件艰苦。网友看后纷纷围观热议，哪里艰苦了，真是矫情。所谓的条件差，无非就是大部分房屋都是红砖房，宿舍的地面也是很接地气的水泥地，床也是普遍不过的上下铺，还有所有人共用的是公共洗手间和澡堂。不过军训的意义就在于训练新生吃苦耐劳的精神，这样的环境并不算艰苦，至少宿舍还有空调，食堂也是干净整洁的。再来看看王俊凯的同班同学，可都是美女帅哥啊。就从网友曝光的这张合影来看，那前面的两排女生可都是标致美女，那后面的两排男生随便挑一个出来，颜值也不低，身高也及格。林心如关闭评论后首次现身机场，扎高马尾，黑超折面，与助理同行。林心如身穿灰色 T 恤，下身穿白色破洞休闲裤，录一记者采访一言不发，和助理两人迅速离开机场，上车后离开。